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少少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就中外檔啊，鐵三角最出嗰只啦，粉紅眼罩龍船快，中間粉紅三隻協奏曲，藍衫黃帽咧，咁啊仲有小神仙啊，入邊兩隻黃隱福星嘅黃衫啦，內欄紫色眼罩滿載歸來嚟噶，咁啊再見到後邊嗰扎啦，內欄黃衫咧紫色就聰明導彈隔離拍住佢，仲有領頭先驅啊，後邊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黃隱福星嘅帶頭啦，鐵三角咧就跟住佢。內欄第三就龍船快啊，中間第四係協奏曲啦，獵景追飛啊，外邊遊咗上去啦，跟住後邊噶嘛，咁啊外邊領頭先驅，入邊紫色眼罩滿載歸來啊，尾五位置係小神仙啊，尾四六三咧就巴基之友啊，尾三位置內欄就聰明導彈啊，尾二紅帽好定咁喎，魔法速遞紅帽只啊，掟到最出係咁得意嚟噶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咧就係獵景追飛，外邊冚咗上嚟啦，咁啊外邊跟住一齊衝，有領頭先驅啊，中檔位置係鐵三角。最出嗰邊係金德義同埋巴基之友啊！最後一百米到，獵景追飛透出咗，咁啊見到追上嚟噶嘛？最出係金德義、巴基之友，中間領頭先驅，接近中啲獵景追飛贏啊！跑第二名咧，鴨上鴨落噶，兩隻黃衫嘅，入邊領頭先驅，出邊金德義，中間有綠色衫、紫色眼罩嗰只係巴基之友啊！結果今場賽事獵景追飛贏啊！第二咧，外邊金德義有冇機會啊？入面同佢影相，黃衫白帽領頭先驅，中間夾住巴基之友，應該係第四。